就太吸引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想要出來喝，很多人妒忌的。好，okay， 趁現在有少少氣氛，看一下 Tango， 很多花喎，通常叫聽 Tango 都會咬住一玫瑰花，之後我又好了。冯先生出嚟同我哋靓女歌星合唱啊！冯先生，有请。